Yo, hello, 大家好，又是 Martin 和 Popcorn 的主持人 Martin。 今天我会拍第二条片，就是那个我觉得很好玩但是又没什么人玩的 game。 这条片呢是讲这只 game 了。今天这个 game 呢是只有29个人玩的，但是呢这只 game 已经是不会再 update 了，但是呢它有任何一个 bug 呢都可以跟我作者讲。这个作者我都不懂读他的名字，但是他是个女仔来的，是的，但是又好像不是女仔，这个样子虽然样子是女仔，但是哎，不要理那么多了，我们就入去吧。我入了，他呢这只 game 呢是踩单车的，那呢你按 left shift 呢就可以就可以去做这个 wheelies 啦，即是这样只有一个轮这样。跟着呢我们呢又有按 Q 制呢就可以好像刚刚这样啦，按 E 制呢就可以这样转那个东西。跟着呢按F 制呢就可以这样好像整个人跳起这样。那呢我们如果整 section 的特技呢整埋一齐呢是好酷的。仲有一个佢特别嘅卖点，好，我到最嬲尾嘅时候，到最嬲尾嘅时候我先讲呢，這个就係做 YouTuber 令到人令到观众睇我哋呢条片睇到最尾嘅最关键，就係、是、最特别嘅嘢摆到最尾。我而家就喺个动物度，係呀，我是粉红色的架车，我见到你 ，hello。Paco 咧就转咗个名字，唔系转咗个名字，系转咗 account， 佢叫做 The XX Pro。好，我而家佢个单车嘅色咧系 random 嘅，唔好话我专登拣呢个色，我真系都唔系好中意呢个色嘅啫，其实 ，actually， 我而家又喺个 donut。在度喺个东粒度兜圈，我而家出咗去，又翻翻入去啦。如果你有好多问题嘅话，请你 comment 喺个下边，喺个 YouTube 嗰度下边，系咯。不过呢条片咧，我会得五分钟嘅啫，因为咧咁样睇住我踩咧系。有啲闷嘅，所以我唔会整太耐。系啦，我哋而家呢只 game 啱啱讲过啦，就系一个踩单车嘅 game 啦，都有29个人玩啦，咁又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技能啦，咁又好似好劲。系，我哋有一个我在要讲嘛，我唔记得咗要讲乜嘢。呢条片系介绍呢只 game 啦，跟住我哋会 gameplay 埋俾你哋睇啦。咁我哋会做啲嘢啦，系咯，好就快完啦，因为呢条片，所以咧我而家会俾佢个最大卖点俾你哋睇，就系、是、当你一路咁踩落去嘅时候，佢重新个样系好好笑的。见唔见到啊？大家再试多次俾你睇啊！望下，系好似唔知发咗癫咁，跌落街就系咁啦。咁到片尾之前，我都会不停咁跌落街，所以 yes 有冇 sell 过你个 channel？ 我应该会噶啦，系啊，拜拜。可唔可以帮我 sell 埋？我会噶啦，系得噶。可唔可以 link in the description？我会的了，我条条片都会的了。啲工作可唔可以 like 啊？系啊，可以 like 噶，仲要一定要 like 噶。多谢合作，多谢讲啦。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系，拜拜。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哋下次再见。啊，系，仲有我要 sell 埋阿迪迪，即系 Deco。跳天派天 ，Paco 嘅 channel。我啱啱第一条片讲咗啦。P Pizza 唔理咁多啦，好 Pizza by YT 啦，就係 Pizza by YT 啦。嗱，我諗大家都唔會知點讀。
系我都唔识点读嘅，就系咁啦。YT 咁样揾咧，咁你就揾到 Pizza Pie YT 啦，我已经订阅咗佢啦。记得揿埋钟仔，全部啊！啊，大家 Martin 个 channel 关系度，咁就应该揾到 Pizza Pie 个。Pizza Pie YT 咧就系、是、拍Brawl Stars 噶啦，我之后都会拍啲 Brawl Stars 或者 PUBG 嘅嘢啦。跟住咧，听日拍噶啦。Deco /less 唔知系咪咁读啦。跟住 Brawl Stars， 大家啲，唔使嗰啲啦。Brawl Stars， 跟住咧，我哋就会揾到呢个啦。记得揿埋钟仔啊！佢都系拍 Brawl Stars 嘅。佢应该都迟啲会出啲PUBG 嘅片，佢都冇播放清单嘅。好，最后最重要嘅 Martin the Popcorn， 系啊，最重要嘅17个订阅者，个介绍片大家希望冇睇啦，因为真系好核突啊！嗰阵时个样，我都有拍啲 Roblox 嘅片啦，我有拍啲去大自然啊，去嗰啲影相啦，嗰啲都会有，系我会噶啦，系的确，我建立咗超级多个播放清单嘅，大家见到呢度系有一个，呢个系唔关事嘅，呢个系我条片嚟嘅，系最 new video today， 系，yeah， 系 worst 嘅，所以我 delete 咗先啦，唔理咁多，好啦，真系讲多次啦。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， 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